大金毛号游船起航了，乘客请坐稳喽。温柔的大金毛可懂得照顾人了，知道家里的小狗狗不会游泳，主动当起了游船，简直太贴心了。上岸的时候还会停一下，让小狗狗先下船，整个一个大暖男，有没有？比熊狗狗第一次见到肝病，哎呀，什么妖精竟敢吓唬我！我摸摸看，又有点不敢摸。对着我喷气，使用这种小把戏算什么英雄好汉？你就是狗，你跟我一样长得像棉花糖，我要一口一口吃掉你。